我伸出双手，燃起火焰，光芒最耀眼。冲动的边缘，色彩最鲜艳，层层染上了时间。于是睁开眼，我的每一天都是觉醒第一天。终点不说再见，努力不懈，不为了谁留下的汗水滚烫热烈，沸腾了画面。站上了舞台，我充满期待，汹涌而来的喝彩，无畏的姿态，快意的存在，看见精彩的未来。我相信走过的每一步，我们的舞蹈老师，谢谢，让我们掌声和尖叫声欢迎我们的冯建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你唱歌很有魅力耶。有点。因为你每次上我节目都是走那种东北搞笑路线，但我一看你唱歌的时候，我们在下面都忍不住都在为你尖叫。主要每次见到大佬，我比较亲切嘛。比较亲切。对。觉得我的档次就是属于那种综艺范儿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建宇，你现场来了很多很多的你的迷妹迷弟们，有什么话想要送给他们和网络前在看直播的你的粉丝们？你们好，我是冯建宇，大宇，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们。我想说我很开心，这一年多一直有你们支持我陪伴我，然后喜欢上我这么一个比较普通的人。谢谢，真的很谢谢你们，希望以后呢我能陪你们一直走下去，然后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进步。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，在这里希望大家一会儿注意安全，然后希望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先看这里，来先看这里，每个人这个展台有5秒钟的拍照机会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接下来请看这里。 Hello， 这里
还有这里，谢谢我们今天新浪娱乐给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，让我们的偶像们有机会和我们的粉丝们同台啊！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冯建宇，谢谢大宇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大，谢谢。